黄市长，教部会长，文化局黄总理，林馆长，各位长官，大家午安。早安。我是黑糖农庄张月堂。黑糖农庄成立20年，那我们以传统汉人的制糖方式，呈现古法采收黑糖的手艺。从甘蔗种植到老制成糖，从品牌建立到商家贩售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只是纯粹的生产与获利，我们以友善环境的方式种植甘蔗，与自然和谐共存及维护消费者健康为目标，提供给需求高品质黑糖的消费者及商家。在下一次有一个想法，就是黑糖农庄的古法采收黑糖能够成为台南甚至是台湾的代表。感谢温总的支持，也深深感谢台湾所有支持我们的消费者及客户，以及带着我们前往海外的企业。这对于住在深山的我们来说是莫大的肯定，谢谢各位。所以宝岛台湾真的藏着很多我们不太认识的职人匠师，因为他们可能不常上电视，不常被大家看到，但是都一定在自己的产业里头发光发热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要靠我们的文总了。文化总会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品项专案，现在已经迈入第7年了。他们持续的探索台湾的文化，让台湾匠人的故事可以被更多人看见。所以马上来邀请文化总会江春南副会长上台跟我们分享，欢迎副会长。大家早安。早。感谢市长，感谢我们很多赞助单位。华联银行副总、中华电信副总，感谢这个美术馆，台南美术馆也提供这个很好的场地。我今天来这边非常高兴，不只是有这个状元将领们，而且是这个堂啊，这个手做堂啊，我是特别有感觉，因为从小我自己做堂，我看到阿公在做堂，我们这座山上啊，这糖浆真的非常。真是人间美味，刚才那个张师傅在说，非常非常好吃，现在都吃不到。我们这小时候呢，跟阿公、外公在山上种甘蔗，种糖，我们小孩子呢，在旁边都到了边，事实上在厨房都吃糖，那真的是一直在吃到，吃不到了。现在我以为早就失传了，原来这还在这边山上。当时我记得在山上种。做糖啊，自己做糖都是违法的，酿酒是违法的，但是违法是我们都在做，在山上没有人知道，所以我自己酿酒自己做的，还有做香烟都自己酿，深山刚才这个张师傅讲在那山边啊，没有人知道的地方，我们家也是一样，所以我就感受到很深的、这讲不完的故事啊。匠人们，这个文化总会，我们做的我们是民间团体，但是我们想要文化总会做什么，为他做什么呢？匠人们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项目，所以要发挥台湾人的精神，匠人的精神，他很需要这个精神的话，什么都不加了。台湾人有自己的文化，有自己的传统。有自己的资源，台湾100多年前都是自给自足，所以这个匠人魂的精神、匠人的精神、职人的精神，是我们文化总会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，就发挥台湾人的精神。台湾那么小的地方，在整个世界要怎么挑战呢？像台湾这个小岛，全世界有几十个吗？像台湾这个人口，全世界可能都几十个。他们凭什么会让他看见呢？这是我们台湾人的精神，这个精神在哪里？没有什么大，就是台湾人的认真怕鬼，
做到我们的精神，已经自己研究研不断研究不断进步的这个精神，所以我们文化总会就是想要这维稳的力量，就是拍了这过去七年内拍了49片，这个教练就需要你多发展。但是我们这个高辉呢，很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，所以我特别感谢中华电信的发言人，这个民间优良企业长期的赞助，非常感谢。今天我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为台南的这个糖啊，所做的糖黑糖来介绍来推广。我们希望我们台湾的黑糖绝对不会输我们台湾的糖，绝对不会输。事实上，我跟他们的糖是从台湾过去的。对，嗯，台湾的糖业是以前是全世界有名的糖，一些糖啊，糖跟黄金一样，糖是钱的，送糖比送钱的重要。在100年前、200年前的时候，糖是非常重要的奢侈品，送礼的重要的。在美洲也是一样，以前都是加勒比海的糖供应给美洲，在日本更是这样，在中国以前没有糖。这糖是台湾是这个糖都啊，在台南是糖都啊，在日本时代这个到现在都那么有名，而且有这个自己所做的糖，这个我是非常佩服，非常高兴。今天谢谢大家。有非常丰富的历史，丰富的文化资源，而且这个城市风貌又跟其他的城市完全不一样。我们马上就邀请黄伟哲市长上台跟我们聊聊这个伟大的城市，欢迎市长。好的，谢谢。非常首先还是非常感谢文总能够这个潜心用心能够。